Okay, honestly, I have no dancing background. So for me, dance is actually an expression of art. So it's a channel for kids to actually expose their emotions and also their creativity. So to me, dance is an art. So they can do what they like, whatever they enjoy on the stage. Yeah. 我不懂舞蹈，可是我知道舞蹈是用音乐和身体的动作表演出来的一种艺术。然后舞蹈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仪式还是庆典都少不了的一个节目哦，表演。舞蹈是一种艺术，是用身体去表演出最优雅和高难度的动作。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啦。是啊，是一个艺术哦。舞蹈它可以给我开心哦，快乐，然后可以消除烦恼啊。感觉上是可以 release pressure 这样的东西的了。舞蹈对我本身自己来说呢，它是一个探索自己的身体的那一部分。然后它是因为我们身体那个灵魂是比较难接近到的，所以我希望说透过那个音乐的节奏，然后透过音乐的那个声音传达进我们的血液，然后从中呢，我们就能探索自己内心的那一份静，安静的静。所以为什么要探索自己心中的那份静呢？当你探索心中那一份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从来可能你自己内心的自己是陌生的，然后你探索了，你会更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唯有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呢，才能自爱的生活，就是真正的从我们的肢体语言慢慢的去了解自己。可以给孩子抒发他们的情绪压力，然后可以带给他们快乐咯，他们可以表现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面呢、带给我的情感看了快乐，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小朋友还是我自己的女儿，看到她对那个舞蹈的那个投入，然后跟 enjoy 啦，跳了整个很开心的那个样子。好像你编的舞编的曲那个整个故事，那个整个服装，那个灯光，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高度，那个身高，跟那个舞台的那个运用，哇，其实你看完那个舞过后那个荷尔蒙会沸腾啊，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了一个很好像微电影这样子，其实看完那个舞展过后，你第一个感觉是哇，我也想去跳舞啊。所以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做到了，你真的是赢了我的心啊。